快乐识字，根据课文内容填空。我们不容易记住笔画繁多的汉字，老师便用我们想方法来识记。老师写了几个字，要我们说出几个有趣的识字方法。过后，老师建议我们把这些方法记录下来。根据课文内容作答。第一题，在老师的点拨下，我们还说了几个有趣的方法，识记了好多个汉字。哪项是点拨的意思？答案是 B， 指出来使人知道。第二题，课文中哪个句子显示了这堂课是愉快的？顿时全班笑声四起，这个句子显示了这堂课是愉快的。通搜歌，根据课文内容，正确的画勾。一，稻田的面积广阔。二，农村附近有茂密的森林。三，北斗七星可以为人们指引方向。课文里的哪句能说明图意？写一写。第一题，农民弯腰忙插秧。第二题，丰收歌曲唱不停。第三题，排成耀眼勺子形。选择正确的字填空。左边人，右边扁，做人不可太偏心。走之旁，围住扁，百花齐放遍地开。左边马，右边扁，对人真诚不欺骗。